习近平总书记你好，我是一名人民教师，目前就在国内任职。这些年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凑不够房子首付，婚姻一直被搁浅。我的收入相当有限，亲戚朋友也因为买房子一贫如洗，他们指望不上了。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向您借点钱买房子。由于国内舆论通道是堵死的，只能翻墙求助于您。当然，我说这些话肯定不是心血来潮。既然是求人办事，肯定不能空手而来。于是我写了一些东西作为诚意，方便您更深入的了解地方政府和国内舆论系统这些年对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写的作品就在作品栏里，请您过目。最后补充一点，我的愿望是成为像魏征那样的人，但是可能结局是比干，祸不及家人。我操！世界末日啊！我操！这是下的什么雨哦？好吓人哦！天哪！哦，好大哦！赶紧关窗。来，好完了，好完了，来，还真不吃完，来，来，好完了。哪个来救我？我的，死了你。喂呀！哎呦，那个在腰嘛，你们看嘛，那个好吓人喽。你算掉我打中了，你是你不聪明。啊，耗子包谷全部打飞完了。这个要拍一下呀，哇，你看这边，哎呀，哇，哎呦。哎呦！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看着这个云往下落，哇，天整个都黑掉了。完蛋了，完蛋了，车子熄火了，怎么办？怎么办？支个招啊！
灭的，再来几辆也扑不灭的了。是玉明人你出来是指挥员，他是玉明人使用发挥你点个赞啊。近日河北一网友发视频称自己购买了一部华为 Pocket 折叠手机，用不久后发现屏幕中间出现一条黑线，因还在保修期内，于是拿着手机去华为客服中心检测，售后人员用手机拍照放大，找出屏角有1毫米划痕，称不能走保修流程。有问题，我采访你一下，我的手机哪有问题？我给你拿着，方便你操作的。咱们这不能录像的。我凭什么不能录啊？放大录是吧？我有康康来放大，使劲放大是吧？是。哪呢？这边，这不是平角的吗？这。那不和那边是一样的吗？两边。这都是华为，这就是华为手机。哎、手机看看我的手机啊。能录像，我手机。我们这不能录像。我手机哪有磕痕？说我手机有磕痕是吧？说我手机有划痕。打开看一下这里边的这个毛病，让大伙看一下呗。这个印儿，这个印儿。嗯，说我手机有划痕，有磕痕，不给我保修，这就是华为。4月23日晚，广东佛山顺德区凯兰名都小区内上千名业主举行了集会，高呼打倒物业还我家园等口号，抗议物业殴打业主并干扰投票。在4月16日开始的关于更换物业的投票中，凯兰名都小区的物业被发现已免停车费，
赠送价值200元购物卡等手段诱导业主不参与投票。都还没开张没卖出去，他得要了你10块钱啊！这些人真的是很要钱哎，哈！谁雇你啊？那是你多大了？有没有80岁啊？有。80几了？又不雇你嘞！哎，那是。北京那可。我们那撑死了，我觉得。看一下啊，看一下，哎，可怕吧？关键是我楼上要不要停？你自己上去看。是不是拉屎？啊，脏的要死，还要赔。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